月十五日由天音互动和 QQ 炫舞梦工厂联合举办的炫舞梦工厂 in music 巡回演唱会赤水河古站，在赤水河古景区正式落下帷幕。本次活动延续以往演唱会的全维度互动形式，线下火热开唱，线上同步直播，全平台开放，真正实现偶像与粉丝线上线下零距离亲密互动，线下万人齐欢唱，线上直播更是高达249万观看量，百万玩家粉丝与艺人齐聚，共享这场视听盛宴。本次活动主要邀请到了凤凰传奇、品冠、阿兰和芙蓉飞等五位明星歌手倾情助阵，同时天音互动签约艺人潘家豪、炫舞梦工厂优质主播小狐仙、小蛇、天宇和金豆包也来到现场，为现场观众献唱。演出后场区工作人员们准备的线下抽奖专区早已聚集了很多现场观众，从小哥哥的笑容里都能看到满满的喜爱。芙蓉飞一出场就引得现场一片尖叫声，随后三首原创歌曲 I'm Log、 我们和想你爱你用动感的节奏表达了无尽心事，热血大男孩的温柔一面也在此刻一览无余。动感过后，轻柔的女声将现场带进了温柔的梦幻世界，阿兰用纯净的嗓音将一首乐此不疲演唱的婉转悠扬，空灵的声音仿佛带来了千古的呼唤。双语版青藏高原尽显阿兰的歌唱技巧，稳准的唱功让现场阵阵欢呼。身着白色的小西装的品冠演唱，那个人代表作掌心，每一句歌词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饱满的情感亦不负情歌王子之名。被时光酝酿的歌让现场成千上万观众忍不住跟随曲调哼唱。互动过程中，风趣的品冠老师还跟大家聊起了小时候，而紧接着演唱门没锁、无可救药和最经典的我以为三首歌，让现场观众陷入记忆中无法自拔。经典的旋律从来都不会老去，他们只是住进每个人的心里，久久难忘。最后登场的凤凰传奇仿佛开启了热浪的闸门，瞬间点燃了现场的热烈氛围。第一曲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就让现场观众们情不自禁的跟着节奏舞动起手中的荧光棒，朗朗上口的歌词伴着熟悉的音乐，粉丝互动更是停不下来。和唐月色和最炫民族风两首传遍大江南北耳熟能详的经典在舞台上被再次传唱，名花和曾毅的热情也感染了现场，使得大合唱欢呼片刻不停。有他们的地方就是欢乐的海洋，主持人张鹏妙语连珠的互动，现场更是呼声不断。还有线上大转盘抽奖也为现场观众送去多重大礼，除了五位明星为演唱会献唱以外，天音互动签约艺人潘家豪也为演唱会歌唱一曲陷阱，磁性的声线中略带着一丝感伤的情感，让现场陷入歌曲的意境中无可自拔。当然炫舞主播他们也为现场观众送上了好听的歌曲，天宇小哥哥的男孩、俏皮小狐仙的星耀恋曲、金豆包的如果你也听说，还有小蛇的你并不完美。四位梦工厂主播都用歌声表达那对观众们的谢意。如果想关注主播们更多作品，可以后台回复炫舞梦工厂获取相关下载信息哦。演唱会在一片欢呼声中迎来了尾声，短短90分钟的时间，收获到的欢声笑语都被深深珍藏在脑海里。帅气的青春偶像、靓丽的邻家少女，还有动听的旋律，都预示着今晚无人入睡。感谢遵义文旅集团赤水河古景区的大力支持，天音互动是进取的互动娱乐内容出品方，旗下涵盖演唱会、互动演唱会、真人秀综艺、高端财经访谈等多个独立 IP，成为国内互动娱乐第一品牌。此次炫舞梦工厂 in music 赤水河谷巡回演唱会圆满结束了，听过了广场舞经典的你是不是还沉浸在欢快的节奏中呢？你还知道那些广场舞神曲，快来分享给小丁吧。关注 in music 演唱会公众号签名照在这里等着你。